云，采访时间到了，摄影机也就位了。真是贤妻良母，那么我该出动了。夫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我在此宣布，所有政治活动都将停止。您打算隐退政坛吗？有传言指出，恐怖攻击的幕后黑手是您。大家不要制造一些没用的谣言，好不好啊？那个人是蒲冠省议员。蒲冠省，你这个混蛋！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守护者 K2 东森戏剧台。